挥一条行来，做台湾的民主，做台湾的主权，做咱所有大台湾七乡七的亨利，你有发表吗？有发表吗？所以啊，我即摆咧跨过，已经跨过到，想要到桂文侯去啊。咱的人，咱若讲足细啊，就伫现场，伊咧主持的时阵，拢会讲吼，现场已经超过三万人了。希望，尤其2012年这届的选举，不是干咱田惠一人的选举，不是干咱民进党的选举，是所有台湾人你甲我的选举。因为咱要选出民主有史以来第一位台湾的女总统蔡英文总统。这段时间对台湾头走啊，台湾妹。在街路顶时常看到第一名立委，第一名立委，每一个候选人拢讲伊第一名立委。我伫遮要甲大家报告，全台湾真正是立委第一名的立法委员是啥物人？就是陈廷辉台湾代表。所以，我对廷辉这场的选战非常的有信心。我唔知在座各位，恁有信心无？有信心吧？咱唔仅是国庆来讲，咱爱有信心。廷辉表现遐尼好，就参像咱岛的囡仔，读册若认真，考试爱有满分，咱爱甲伊做状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届唔是干咱廷辉，咱的蔡英文，咱大台南整个的得票率一定爱甲提高关，因为。你票率若高，不是甲咱伊两个当选，阁有咱坐坐部分区的立委会当参政小组进入国会，哪里公会过半，总统过关，咱台湾人上盖楼啦，对无？接下来去，咱要来介绍，前位过去是阮的议会好同事。所以今仔日，无论是过去盖东区会，或者是大台南合并了后当选议员，咱坐坐好同事，今仔日拢要来甲咱田辉加油。首先，咱先来邀请。咱先来邀请，咱已请咱所有议员就台。咱首先来邀请咱的刘淑华议员。欢迎刘议员，我到咱的丹凤台议员，欢迎丹议员，咱们来特别感谢，来主办双峰，咱们双台哦，不一定是这样，哦，双台议员，欢迎欧议员，我们感谢，我们来双峰，双峰，好，欢迎议员，我们来三零七，三零九，恭喜双台的领导，欢迎好议员。朋友，咱的前林国庆林立伟，
啊，咱议会，阮的贵副议长，以及咱地区所有议员同仁，包括咱的赖市长，包括来自咱全体，而且啊，民主前辈，咱今日去野车中东，要来为着咱的民主进步党，咱要来产生着第一位咱台湾女总统的蔡英文总统，以及咱的陈廷伟立委。社会来加油，社会来打拼，所以伫个竞选总部成立的这个时阵，大家拢烧酒烧餐，社会要来为咱的评委，为咱的蔡英文主席共同烧热。伫咱的正月十四，咱要共同的打拼，争取咱大家的胜利，社会来庆祝，对不对？李伟杰兄也代表着咱台政，阮国务院长及坐坐，咱民主进步党的议员先进，甲咱大家比赛伫帮阮的声音，因为伫咱去年也是咱大家共同出钱兼出力，做伙打拼，除了用着上届县的票数，互咱的赖清德市长顺当选，咱第一届国台市的市长以外。也予咱民主进步党，咱下即个第一届市议会会当顺利过半，所以才会当顺利来产生着咱家己啊民主进步党第一届下即个议长。啊，咱希望讲，咱有即个好的传承，咱有缘同阮做伙打拼，来诞生台湾第一个女总统，阿明好吗？好，拜托大家，感谢。希望咱今日在会圆满成功，个身体健康，感谢。非常感谢咱的赖美惠议长，甲咱的赖议长一个加油一个。接下来有缘要来邀请，我讲我是同班同学，我甲田辉、甲咱的信良、甲咱的庄议员，我是同班同学。来，欢迎咱的郭信良副议长。好的。各位乡亲一挂，今仔日是民国一百年国历十一月初五，也就是两年第一日，是第一表现第一，是国会表现第一，咱的陈廷伟立委竞选总部成立，五是代表咱非常高兴，咱的十二生肖内底，五就是第五，就是龙，就是龙一飞冲天，代表要来庆祝咱的蔡英文总统。要来成为咱台湾第一位女总统的候选人。今仔日也是国历，国历民国一百年，民国一百年的十月初三，一百年的十月初三，就是表示十全十美。所以今仔日到现场，足侪咱遮的亲朋好友，从现场坐到满满满，滴滴滴，这边单场的美。表现，但是咱家己肯定加油喽，继续家己支持你个阿姐做。啊，广告讲，但是广告哈，广告哈，讲归讲，这件衫380元，啊，希望大家若穿这件衫，一减二个，会当穿这件衫，这两个人广告，一个就是陈廷伟立委，一个是咱的台湾第一女总统蔡英文。好不好？咱伫明年一月十四有一项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三张票、第一张票一定要总统行动，总统蔡英文一定要希望调整我们政策。来，他来支持咱民进党的政党票，咱的政党一定要超过、好过半。来，第三，咱领袖咱的表现第一，阿妹。咱的单票留位，他甲登录，可以咱的日本人过半，总统当选，日本人当选了。好，谢谢乡亲一大，感谢你，也希望无看到这个场面的，大家手机啊，拿起来去打电话，予咱这亲密的亲朋好友，佮继续来现场，把我准备一万粒的，咱准备一万粒的，祝你在家。包阿爸全部超过30元，唔免你做笔录马紧。来现场，坐我，坐我边，表示咱支
去当地会绝对信任的阿宝。不然台湾我们就做咱蔡门隔壁总算，大家心态感动，大家大家，多谢。感谢咱的关心了副议长，这是咱的外宾会议长，咱的关心了副议长。要来正上车彩头，给咱的陈建辉立委，今仔日是一个